哎、欸，你来射我啊！我很猛啊！我看一下我有什么射法。我不是跟你讲吗？有两路不要摸，一个是打野，一个是 AD。我在干嘛、啊？你想不想上分啊？是吗？我觉得我打野很猛啊。你有一个新外号，你知道吗？我帮你取一个新外号，台湾康迪啊。他说打假赛的时候，台湾康迪啊，康迪打假赛的时候说，我只刷野啊。他打假赛的套路就是只刷野，跟你一样啊。他是打假赛才只刷野、啊，你是从头到尾都打假赛、啊。太厉害了，康帝打假赛哦，好像是吧？假赛，他请康帝就错了，康帝会被抓到啊。他要是请你去打职业，就不会被抓到啊。老农，哎，你有没有发现来这边打比较舒服，就不会有那种撞场跟偷看狗、欸？是吗？没什么差吧？没什么差吗？比较强是真的啊。不要再选凯莎了，好不好？就一个废脚，你妈那么爱选是怎样啊？凯莎是废脚。书线狗脚，比赛神脚哎、欸！那等你打比赛再选可不可以？准备好进入火焰世界了吗？准备好进入火焰世界了吗？是不是又有烂线嘛？都没有读那么久啊！你要习惯啊，中国比较慢啊，他拿一半的速度去挖矿啊。打假赛需要成本啊，需要挖点矿来补、啊。不要在这边打假赛了。你弯弯还不是常打假赛，又没怎样。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康帝很奇怪啊。不要分那么细，是不是？对，大家都是中国人，大家都是中国人。中国人是你说的、啊，我说都是假赛人啊。啊，怎么那么久啊？到底又是谁啊、欸？你现在几趴、啊？84啊，94啊，我也卡在94哎、欸，他是挖到矿了没？操！还是因为我们两个没有装金山毒吧？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你在干嘛、啊？为什么没有信号？啊，不对，要消音啊！我只说谁他妈的看片，看片两个字也要消音啊！我没办法跟你一起娱乐啊！我现在被发言限制了。没办法全屏，看片两个字也要消音是怎样啊？哎，买错了，靠摇应该留蜀当老大的，啊，应该留蜀当老大的。哦、啊，留那个老太婆，他根本就是废物啊！哎、欸，是不是有人挂机啊？露露怎么又不见了、啊？操！哦，受不了。干，露露突然出来。欸、没出来啦！他妹妹还敢跟你对点呢、欸，他怎么了？不对，那妹妹一直跟我对 A，、欸、他怎么滑上来了？啊！晕倒！太爽了，海尔曼！烤肉。烫皮耶！哇哦，衣服在红区。他还敢出来、欸？妈的！嘿嘿，智障啊！还敢出来点我、欸？哎，他真是有病。两个。真的是银牌场哎、欸！好不憨憨的、哦。一百场，身上叠戒，杀人戒，纹身行，嘿嘿，来国服灭菜喽，纹身行。哎，这沙子为什么要拿头啊？去碰火龙啊，弟弟。我顶你个憨。这个一格滑行，也不一样。你怎么会带阳痿啊？你怎么在点燃？你怎么闪现的？你怎么闪现的？他要杀我，我怎么不闪现？干嘛闪现？不知道他就要杀我了。不他杀你，他有闪的、欸、大哥。随便拿，开心就好了。你怎么带虚弱？这个分数不是带点燃打线的吗？这分数打线哪需要带点燃？带虚弱才能什么二打三、二打四啊？你看我们刚刚杀他们两个需要用到点燃吗？太神啦，动哥！
啊，你是回来了没？速度歇口而已。先帮我吃炮车啊！我他妈怎么过去吃啊？那露露一脸小心我，一脸小心我。我靠！你先去蓝吧，因为那个塔绿稍好。稍微推推可以去他蓝的。他应该不会打出衣服里吧？到处都有眼呢、欸，妈的，两个草都有眼。哇，他也不会打出啊，我们就一直压，他就没办法过去啊。哎，塔皮自己食舒服。干嘛要塔杀哦？不要！他干嘛？他送头啦，丽丝干嘛、啊？送双臂耶！操！我看我在干嘛、啊？他怎么了？他很发疯了、啊？我怎么样也不可能塔杀的、啊。这个人是低能是不是啊？嘣！直接烫死哎、欸！哇、wow, ，Fireman！ 他是不是白痴啊？打火的还敢先把位移交掉了？我去擦个眼啊！你再扒他一层，哎、欸，好像可以杀哦。对，好像不用飞。操！那变小动物跑不掉啊！那伊芙琳怎么四等零二零，然后人就不见了、啊？好多那个好多 troller 哦，这个东西。遇到小兵了，敌军。妹妹，这个 W 大没出去啊！妹妹伞没大，大雕萌妹，萌妹要死了！哇，这两个人跟儿子一样都不敢出门的、欸。我最想是陪玩吧。空 Q。大雕萌妹，哎呦，大雕萌妹送头，哎、欸，上面有人呢、欸，那个是谁？哎、欸，刚上面有个人冒出来了，没有啊，那个是秋吉啊，那个是人啊，冒出来那个是秋吉啊，是秋吉吗？哦，没看清楚啊，妈。尿快漏出来啊！我虚弱，你快死啦！还没有虚弱，他等下会闪上来收我，我就虚弱他。啊！双眼，我不想帮你注意，你妈的自己搞成你血的。嘿，你要回啊？啊！你这样怎么赢？啊！你又不帮我治愈，我当然要回啊！你还没炸到，我虚弱，我虚弱。哎、欸，啊、你怎么治愈啦？啊！你血那么少，当然先治愈啊！哎、欸，你他妈不点 A D 是什么意思啊？哇，怎么大被变形了？变杀手。那个，露露养回我了，可以围起来了。好啊，你他妈谁让我退啊？谁赢你啊？哦。我也没杀，反正我有多次杀塔皮啊，我才不屌你。疾风剑好1000块，好过瘾。那塔蒂斯在干嘛、啊？睡饱没？哦，不是我要来了吗？这是什么东西？顺便给牙出卡了，不是啊，我又没办法啊，在我面前那伊芙琳在等我，我也跑不掉啊。反正卡特到底是要打不打、啊？妈，卡特低能儿是不是啊？你有没有招？有，他们路线没招。我觉得应该有战过吧，我觉得。你会帮忙点一下后面那一根啊，
哇操嘞！啊你他们那个他们那个是伊芙琳插眼，你看不出来吗？算了，没啥。哦哦，干我啊！丢出去至少可以换一个区啊！我跟你讲，你下次要死的时候就把大雷丢出去，你不要考虑接技，就是先丢大再接技。每次都差那个大，你跟那个大出去，我就反打了。对啊，每次看你都绿灯，你是小品第二是不是啊？死前都不叫大的耶。你刚刚还不是绿灯叫什么叫啊？不是，就我那个大姐就没有伤害。我操，我们两个都剩一滴血。好，你不队友啊？他怎么你一个人在那里？哦，不是啊，那伊芙琳绕过来了都没跟我讲。啊，现在上班了，啊啊，很快。两个月。干他老爹的嘞，那露露真的超烦的。哦，太神了，一炮就烫死露露哎。不动了，所以伊芙琳是演员吗？不动哎。上面还有个路仙，他是妈瞎子是不是啊？不是啊，那个伊芙琳是演员吗？不动哎、欸，他可能很卡吧。太神啦、啊！卡蒂斯跳起来了，中野双重置。啊，这版本 AD 真的没人权，你看遇到伊芙琳这种角色。不是啊，我们没有辅助啊，那辅助又在自干。干我他妈在这里面三个人夹，你他妈不过来，他他妈走这里靠过来，敢靠背、欸？不会玩 AD 就不要玩好不好？拿了他妈六颗头跟废物一样。还敢调皮呀、啊，妈的！那、啊、你到底会不会输出啊？我接那路线一套，然后你在后面他妈自制会怎样啊？不是。那个没办法，他是 A 啊，我快死了。啊，你没办法，你在前面耍什么猴戏啊？啊，被人家灌爆，在这边说没办法。哎、欸，这里，露露要来放眼了。妹妹，小可爱要来了。小可爱嘞，怎么不见了？冒牌、欸，看他，他找大哥了、欸。他到底有没有要打、啊？他狗头只会单击怎样啊？哦，原来他才真的 Kobe 啊！三甲之内接空打，有来了吗？要变身了吗？老棒！看那个，这是小丑大王哎、欸！哟，这里没有眼哦，露露，赶快往前吧！还有峡谷先锋哎、欸，砍进去喽！我靠，这茂凯是肥料啊！哇，这个完全不敢出来打，我要去找棒棒博。棒棒博，那个死单机狗，操！他怎么到多少？走，皇上还撸哎、欸！我们想划我啊，高哥。他怎么那么冷静？我、哦、看好无聊哦，他都不穿打、欸。我这么骚，他都不想上我。然后就投，这样就投降嘞、欸。啊！
你也玩点有搞头的 AD， 路西恩什么这种强一点的。你每次都选那垃圾凯莎，凯莎那些到底有什么用啊？八千四，整队伤害最低，到底选这些到底要干嘛啊？不是，啊你们都一直在打架，我又没有。你拿了最多钱，然后伤害最低，到底干嘛、啊？故意的，故意的。他怎么了？